李克，齐齐一早就已经潜离本宫啦。嗯，李姬，你仲有咩说话好讲啊？嗯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要杀就杀，无谓多讲啦。你做咩咁激动啊？你好想我杀你咩？嗯，梁真。齐儿，点解你翻嚟啊？放开佢！齐儿，梁真，齐儿，我知道秦国军都已经入城，所以翻转头睇你，我惊你有事啊！你点解咁傻得噶？齐儿，三哥，我求下你。 我求你帮梁亲啊！好。系齐，你娘亲喺宫中所做嘅一切，你认为佢该唔该死啊？嗯？齐儿，三哥，如果肯放过梁亲，系齐儿一死，以赎梁亲嘅罪状。唔好啊，齐儿，齐儿唔好啊，你唔使啊，齐儿。 齐儿，你真系可以代你娘亲一死。唔好，齐儿，齐儿，系好，齐儿，你唔死得嘅，我就成全你。齐儿，唔好，齐儿，唔好，你唔死得嘅，齐儿，齐儿，齐儿，你唔好死，齐儿，齐儿，唔好，唔好。 齐儿，所有嘅事都系我一个人做出嚟，唔关齐儿事，你放咗佢，我愿意死，唔得，我愿意死，我要个梁真死。 三公子啊，唔关我事噶，一切都系阿李姬叫我做噶。我知啊，如果你想我放过你，只要你向我叩头，嗌我一声主公嘅话，或者有伤。叩见主公，叩见主公，叩见主公。好，好。 呢啲咁嘅卑鄙卖主求人嘅小人，死你都冇。李姬，你想我喐手，还是你自己嚟啊？嗯？我都知道你唔会手信咁慌。你都好聪明，可以俾多条生路。君父生前好中意睇你嘅圆骨舞，我都好想睇。 只可惜苦无机会，但系如果你肯当众跳俾我哋睇嘅话，或者我会放过你呢？你真系会放过我？当然啦。你个阴险毒辣嘅小人，你唔配睇我跳舞。 人哋同我抬佢哋出去。系。我终于都系坐到呢个位。参见主公。平身。谢主公。主公。 今次你带领三万秦兵平定晋乱，依家内乱已平，微臣已命秦兵驻扎于城外。做得好，各位卿家。
一直以嚟，晉國都受到妖姬同奸臣梁五把持朝政，所以寡人今次诛杀佢哋，完全都系为咗晉國嘅基业。所以由今日开始，晉國就由寡人執政，晉國以后一定会一片升平。主公英明。李克将军，微臣在。胡国寇呢？启禀主公，胡国寇正在殿外候见。快传。全胡国寇，胡特参见主公。胡国寇，虽然你当初被贬，但系你都能够一直忍辱负重，忠于晋室，所以寡人对你甚为欣赏。从今日开始，就回复你国寇嘅身份。谢主公。君父，呢杯系我敬你嘅。君父，点解你当初要睇小我，又唔肯俾机会我？但你睇唔睇到啊？我今日已经登基啦。我研发个势，我一定要出人头地。我要证明俾所有人睇，我仍系一个有才智、有才华而有策略嘅人。就算你点样阻止，都阻止唔到我。君父。你睇唔睇到？我已经得到咗晋国，我已经成为晋国嘅国君。你睇唔睇到？你听唔听见啊？吓！公公，三公子，你唔应该将个酒壶摆喺主公嘅灵柩之上，你咁样做系大不敬。系嘅。剛才我一時喝多了酒，所以疏忽了這點。主公雖然是駕北，但你始終都是一國之君，禮儀不可失。是的，是的。是的，潑公公，當年你中了老竹的圓環神功，就一直都失蹤了，究竟你去了哪裡？這麼多年，我為了療傷去到塞外揾藥醫治，幸好俾我揾到。相遇之後翻嚟晉國，估唔到。潑公公，唔好咁傷心啦。君父係俾離姬所害，既然離姬而家已經死咗，我亦都為君父報咗呢個仇啊。我唔能夠好好地保護主公，實在有愧於心。所以今次我翻嚟晋国，决定为主公守官三年，以报主公对我嘅恩典。刚才如果三公子唔系对主公咁无礼，我都唔会现身。咁拨公公，你守官三年之后又打算点啊？三年之后，从此归隐。问世事，拨公公，以你咁好嘅才干，就咁归隐，未免太过可惜啦。而且你忠于君父，既然君父已经死咗，你亦都好应该留低帮我。我记得拨公公曾经讲过，你一定会忠于晋室，只要边个系晋国嘅主公，你就会忠于边个。既然我已经成为晋国嘅主公。你好應該留低幫我嘅，係嘛？潑公公，我當年講過，話我會當你係一個好好嘅人才，而家我都一樣係咁。潑公公，只要係你肯留低幫我，我一定會好似君父咁對待你，而且會更加重用你添。叩見主公。免禮，免禮。
见主公。免礼。谢主公。主公，唔知召见微臣有咩事呢？今日寡人召见你哋，系想同你哋商议一下有关各城池嘅事。啊？主公爷爷要我哋割城？冇错。当日寡人曾经应承过秦侯，若果我一旦成为晋国嘅国君，我就要割出五个城池。而且我今日已经成为晋国嘅国君啦，我都好应该遵守诺言，系嘛？主公，割城之事万万不可。寡人都知道割城系绝非小事，但系晋国国势未稳，寡人唔想得罪秦侯啫。主公，如果要割让边境五城，就等于将晋国江山双手送与齐侯。诶，寡人咁做都知唔系太好，但系以晋国嘅江山，区区五个城池又算得系啲乜嘢？况且寡人如果唔系当初得到秦侯嘅相助，寡人今日点可以得回晋国？主公，晋室嘅国土全靠历代先祖奋勇力战而得翻嚟噶，主公应该以先祖嘅基业为重，点可以将国土相送于他人啊？你哋口口声声话以先祖基业为重，咁当初梁五同埋尼基作反嗰时，你哋一句声都唔敢出，吓？真主公为咗要得到晋国，竟然私自向秦侯许下割让边境五城之约。割让国土就等于系卖国，我真系担心主公佢真会咁做。如果继续咁落去，晋国迟早会亡喺佢手上。三公子嘅为人奸险，如果由佢嚟掌政，我相信受苦嘅只系啲老百姓。所以，我准备迎接二公子重耳翻，但系我担心朝中嘅大臣。二公子重耳一向喺朝中大臣嘅心中都系备受赞赏嘅。只要佢能够翻嚟，所有晋国嘅大臣都一定拥护佢嘅。当日三公子翻嚟晋国嘅时候，曾经同二公子狭路相逢。我相信二公子可能目前仲喺晋国嘅境内。哦，既然系咁，就由李克将军你负责揾二公子翻嚟。唉，但系我担心二公子佢唔肯翻嚟。我马上准备捉紧，你见到二公子，你就话佢外公要佢即刻翻嚟。拨公公，李克将军，原来你私通重耳，为人臣子，我而家为主公效命，我不得不阻止你。李克将军，老夫是逼不得已。胡德，你敢连同李克私通重耳？寡人当日念你对晋室一片忠心，所以才恢复你国舅的身份，但估不到你忘恩负义做出这样的事。没错，我是私通重耳，因为我不浅我卖国所为。混账，寡人所做的一切全部都是为了晋国。为了晋国？如果是为了晋国的，你就不应该将先祖的基业送给秦侯。大胆，你这样欺君犯上，实在罪无可恕。今天我一定要将你处死。死的应该是你。人来，跟我拉他出去。走，走。你不用到大呼小叫，我不怕死。今天我就准备一死而明志。各位同僚，我胡特一生忠于晋国，一直在先主面前说辅助朝政，尽心尽力，绝对没半点私心。先主亦实在待我不薄，就算今日一死，亦无愧于先主。
小人，你呢个卖国求荣嘅小人，你一定不得好死！走！我胡达今日就用我呢条老命嚟到报答先主嘅恩典。呢套婚服系周天子御赐俾你，周天子命我帮你哋择日成亲，系你遗形。你话几时好啊？我唔会受你摆布。如果你再逼我，我最多以死殉职嘅啫。死死咗咁，你咪结唔翻床矣。不如咁，乖乖地做我媳妇。燕，估唔到你报复，用啲咁卑鄙嘅手段。系，我系咁卑鄙嘅。我以唔得唔到嘅嘢，都冇可能有人得到，尤其是系重儿。嗱，婚服已经喺度，三日之内你就等住做新娘。岂有此理！燕佢竟然自作主张，将遗许俾太子瑜，究竟眼中有冇寡人存在？呢件事已经公布于天下，其他诸侯国一定会知道晒。天子亦都允許，今次真係無能為力。呢件事寡人一定要追究，不過可以稍後再作打算。寡人一定要嚴付出慘痛代價。但係目前割城嘅事進行成點？嚴話呢件事留待公主大婚之後先至履行。咁即係有心拖延啫。微臣都咁想法，而且公孫將軍而家音訊全無，相信都受佢操縱。估唔到寡人派兵帮我平乱覆国，佢竟然不守承诺。主公，呢件事我哋唔能够轻举妄动，唯有暂时忍让，到时机成熟嘅时候，先至向佢报复。你喺边度啊？我想出去行下。主公吩咐落，你唔可以出呢个大门口。我邊度都係你哋管咩？單開咩事啊？佢哋唔俾我離開房門口。點解？大公子，主公吩咐落叫我哋咁做噶。既然君父下令，無謂難為佢哋咯。不如我哋入去先講。公主姐姐，你係咪好想出去啊？玉，我一定要盡快離開晉國噶。我知道君父逼你同我成親係佢唔啱，但係而家看守得咁嚴密。我相信你好难离开依度噶喎，不如咁啊，一有机会我帮你走啊。客官几位啊？四位啊。客官请坐。嗯。几位食咩嘢啊？凡系食得嘅都攞嚟。好肚饿啊！啊，哎，知道。哎，幾位客官，飲杯大分酒先。哦，大分酒，係呢壺大分酒係送嘅。哇，送啊，乜送啊，即係唔使錢啦，唔使錢就唔係啦。老闆啊，係咪你哋條村有喜事啊？哦，乜你哋唔知咩？太子同秦國公主成親啊嘛，聽聞周天子仲親自送禮嚟添，而且主公為咗呢件喜事，仲下旨免咗我哋金貴嘅糧響，放酒三日。你哋飲緊呢壺大分酒，可以講得話係主公，你冇事啊嘛？我冇事。主公，你见点啊？主公，
你冇事啊嘛？我饮酒。主公，你啱啱先醒翻，唔好饮酒啊！冇事，你听我讲啊。哎呀，主公，你咁样糟质自己冇用啊！由得主公一个人静下，我哋翻出去。咁，翻出去先。 士兵仲看守住？系啊，啲士兵不分日夜啊，看守得好严密啊。我谂你好难离开呢度啦。就算啊，你可以离开呢个宫殿啊，我谂相信你都好难离开晋国啊。我哋可以打猎㗎。 姐姐有雀仔啊！快啲射佢落嚟啊！阿姨，姐姐要走啦。姐姐系咪翻秦国啊？ 姐姐答应承我，翻到秦国之后叫你君父唔好嚟打我君父啊！佢杀死你娘亲，你一啲都唔嬲佢嘅咩？系君父杀咗我娘亲，系佢唔啱。但系始终佢系我阿爹啊！我已经冇咗个娘亲，我唔想冇埋个阿爹啊！姐姐应承你，姐姐你走啦，你几时翻嚟啊？ 我都唔知，阿宇，姐姐走之后，你自己去保重。阿宇会噶啦。 姐姐，你一路上要小心啊！岂有此理！点可以俾华莹走甩嘅？君父，其实姐姐一直想走噶，你留都留唔到佢噶。混账！佢已经系你夫人，你点可以俾佢走甩嘅？况且听日就系你嘅大婚之期，试问到时点算好？ 根本姐姐就唔中意我，点解君父系要逼夏儿娶佢啫？废话，你哋两个已经成为夫妻，而家只不过保行你哋大婚之礼啫。君父啊，其实夏儿冇同姐姐瞓过觉啊。你话咩话？当初娘亲教我呃你，姐姐咁好人，我唔想害佢啊。蠢蠢啫，蠢到啊！子贡，子贡息怒啊！人都走咗啦。 何必怪责世子呢？况且华莹走咗，秦侯一定要主公相让五成噶。目前主公好应该早啲解决呢件事。嗯，仲做个烂？追命，冇出息。系咧，拨公公，你有何高见啊？ 燕奴才之见，既然华莹走咗，正好顺理成章，指秦国悔婚，咁主公就唔使交出五成啦嘛。嗯，好，好计策。等我俾啲厉害俾阿秦侯睇下。拨公公，传旨落去，将公孙将军同埋三万秦兵全部处死。主公唔使多讲。 知道系佢害死晒所有嘅人，贤真系咁大胆杀咗公孙将军同埋三万大军，佢仲声言，因为我哋悔婚，所以佢唔肯将五个城郭俾我哋。哼，估唔到贤用啲咁嘅手段，
将五城诸侯推得一干二净。而家件事咁样，我哋都内句唔何。呢件事唔可以就咁算数。寡人要发兵攻打晋国。主公，此事万万不能。点解？因为若果我哋攻打晋国嘅话，微臣恐怕强齐乘机入侵我哋。而且而家天下嘅人都知道晒淮源公主同埋太子玉嘅婚事，恐怕我哋悔婚在先，再而出师无名，受到其他诸侯国嘅非议嘅。 咁公孙将军同三万大军嘅性命岂不是白白断送？唔得，寡人一定要同佢哋报仇。主公，今次一定要以大局为重啊！如果呢件事就咁算数嘅，咁寡人威名何在？主公一定要发兵嘅话，只会令到你危机四伏。万一其他诸侯国联同埋晋国攻打我哋嘅话，我哋都会灭亡噶。咁唔通寡人？ 真系冇办法对付二五。而家公主仲喺晋国，目前嘅事一定要救翻公主，其他嘅事可以从长计议。君父，华影，奴才参见主公。 快起，快起！此公深夜呼召奴才，有咩要事？系咁嘅，拨公公，自从胡特死咗之后，朝中嘅大臣一直都对寡人不满，只有拨公公对寡人系最忠心。奴才深受主公嘅错爱，奴才应该系咁做。本来寡人都对胡特系非常之信任，而且寡人仲谂住重用佢。 佢实在令寡人太过失望。主公，无谓叹息啦。拨公公，而家我已经冇晒亲信，只有你系最得寡人信任嘅啫。主公是否有要事吩咐奴才去做啊？冇错，拨公公果然精明，寡人想你帮我除去重疑。 主公，主公，葛先生，我煎咗碗汤俾你饮。好鲜甜啊！你身体咁差，饮咗佢啊！ 对你有益，葛先生，我哋已经冇咩粮草，又何来呢碗肉汤？呢一啲系芥茂嘅大腿肉。葛先生，你点解要咁做？主公，你记唔记得当年我救翻你？ 都系俾咗碗肉汤你饮，记得。你又记唔记得子元兄同魏兄当年一齐被处斩？我记得，我叫你唔好去救佢哋，但系你话佢哋同你出生入死，你唔可以唔救。 我当时觉得主公你系一个好重情义嘅人，雄风斗斗，英气逼人，为咗朋友孤身一个人依然犯险。但系我今日见到主公你。
同当年嘅重现，简直就判若两人。主公，你点解咁沮丧？你当年嘅雄风呢？界某今日割股啖君，无非都系想你记得当年嘅事。我咁样做系想你重新振作，唔好为咗儿女私情延误咗你一生。我戒指推一生事无自憾，孝子可以杀身以示其亲，而忠臣亦可以杀身以示其君，但系我宁愿离开娘亲，而追随主公你嘅左右。可想而知，我几咁尊敬你。魏兄同埋子瑜兄一直对你忠心耿耿，佢哋见到你咁嘅样，一样好伤心。主公，为咗我哋，为咗你自己，你一定要抬起头嚟，重新振作，唔好辜负我哋对你嘅期望。贾先生，你从医唔啊？从医当天立誓，从今以后不再气馁。一定要重振雄风。贾先生，你从医吗？当天立誓，从今以后不再气馁，一定要重振雄风。我哋愿意终身追随主公。贾先生，你冇事吗？冇事，能够令到主公你回复翻当年大节，解某少少嘅伤。唔係一個大問題。終於唔知發生咩事，我出嚟啊！哥父，麥公公，主公，佢哋嚟殺你噶，快走！走，快走，主公。走啦！算奴才无礼，系三公子叫我嚟杀你。主公，你冇事吗？冇事。嗰啲咩人？连我
我都唔知，系寡人嘅人。 唔使追啦！请问阁下，我哋系楚国嘅禁卫军，呢位我哋嘅大王。错，从而多谢你相救之恩。哎，二公子，你何必讲啲咁嘅说话？系啦，错。点解要嚟到晋境嘅呢？哇，寡人呢次微服出巡，系立心要到楚国观摩。 而且带同四名禁卫军出行保护，但系就估唔到会遇见二公子你。原来系咁。嗯，系咧，二公子，寡人亦知道令嫡已经登基。咁既然二公子你准备离开嘅，寡人准备邀请你到楚国，未知二公子意下如何？ 楚侯嘅美意，从而心领啦。其实寡人一向都好仰慕你嘅才干同埋仁德。如果你能够到楚国，就可以帮寡人料理政事；而有朝一日，寡人亦可以协助你翻去晋国夺回君子之位。楚侯，从而实不相瞒，我一向无心君主一位，方知今次三弟执政晋国。 始终归为正统，从而并唔想再生事端。哦，既然你无心君主之位啊，亦可以去楚国啫。到时寡人一定会好好咁款待你噶。楚，我身为晋国人，而一晋国位于中原心脏地带，我哋尊崇周天子，而楚国私自称王，同晋国根本系两大分歧。 从而恐怕系，其实自从周室东迁之后，天子嘅地位同势力已经一落千丈啦。二公子你又何必太过执着呢？唉，好似你而家咁四处流荡，居无定所，寡人的确系诚意要帮助你噶。晋国亦都系中原嘅强国，从而身为中原人士，实在唔敢接受楚国嘅恩惠。 <笑>但系寡人呢次救咗你哋，你哋事实上已经接受咗楚国嘅恩惠啦。好，错，咁从而答应你，假如他知我哋两兵交战嘅话，从而定当先退避三舍。退避三舍？冇错，一舍为30里，总共90里。 以报楚侯今日嘅相救之恩。好，二公子，希望你谨记今日嘅誓言。错，请放心，从而一定铭记于心。你觉得点啊？主公，老臣嘅病唔紧要，系啦。 听讲儿已经返回晋国登基，咁唔知主公可唔可以揾到从儿公子嘅下落呢？鬼唔知道消息，从儿而家喺晋国边境。既然系咁嘅，主公好应该去请佢嚟，因为老臣认为。 以从儿嘅才智谋略，假如留喺齐国，一定可以帮助到主公处理朝政。呢件事，寡人就交俾吴大人去办。企喺度，公子，吴大人喺边啊？ 明晨奉咗主公之命去晋国边境接二公子从儿啊！我杀咗佢哋。公子，我哋而家应该点做？我唔可以俾从儿入齐国嘅。
乜原来系公子你啊？同意公子，估唔到系我咧。我哋多年不见，估唔到今日喺度相遇，我哋正想入齐国。我嚟就系阻止你哋入齐国。走！志庆，收下老人。主公。 公子，我哋根本无心伤害你，点解我哋去齐国要加以阻止呢？松耳公子，老实同你讲，仲父而家病危，而我阻止你入齐国，系只系怕你对仲父同埋齐国不利。今次我哋去齐国，只系想见下齐侯同埋探望下管丞相个病，你又何必担心呢？自从仲父病咗，齐国嘅政事同以前唔同。 我怕你哋入到齐国会对政事有影响。你放心，今次我哋去齐国一定唔会干预齐国嘅政事。好，既然你咁讲，今日嘅事你可唔可以保守秘密？当然可以。咁我哋就一齐翻齐国啦。二公子平安嚟到齐国，寡人就放心。齐侯，今次沿途都系多得公子超照顾我哋。 超爷，点解你会接到二公子？吴大人呢？君父，吴大人喺上路中途被山贼所害，幸得神而发觉，所以未得君父下旨，就私自迎接二公子翻嚟。嗯，做得好。二公子一定旅途辛苦，介先生亦有伤在身。 超爷，送佢哋几位去宾馆休息。系，君父。妻儿，听讲话管丞相病咗，在下想探望佢一下。好，寡人陪你去。仲父，从二公子嚟探你。 管丞相，二公子，我哋都好多年冇见啦。系，我听讲管丞相病咗，所以从而今堂专程嚟探望你，二公子。 老夫嘅病唔会好嘅啦，好啦，你既然嚟咗齐国，老夫希望你能够留喺齐。